我这篇劝世文应该早点发的啊，各位观众啊！哦啦哦啦哦啦 ！KO！ 其实我本来不想做的，只是有人一直怂恿我，你知道吗？古碧甲做啊做啊做啊，那很好用啊，做啊做啊，万马斋靠背啊，钻是我的，又不是你的。你知不知道？还刚弄新电脑，我很怕有活动一有活动我就头就痛了。我干得好快哦，一下钱就没了，不然现在时刻也很厉害哦。就你知道，你就两个按键一直按，你知道魂底，然后你知道一直按一直按，然后干，我吃掉十个了好，现在才吃掉十个。我想奇怪，洗魂底为什么没有魂底的声音的？我不要按太快，每次他妈就连挤一下就那个来咯，一波这边红红红。一波 seven 啊！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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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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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今天不是祭品，是劝世啊！对不起各位，我劝世太慢了，干！满天龙之谷六号，你妈快跳海蛙跳起来！潘小尼啊，你知不知道我的心脏啊差点停掉，结果他念念的是你打到六楼的沉睡之物啊，还有人在笑，公主也在看，都几点了还不睡觉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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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潘小尼，到时候抱歉，没有关系，恭喜你。受祝福的抗斗，哇！好像也还好哎。呀，受祝福的抗亏，好像也还好哎。底霜，好像不太值钱。我怎么觉得就是一堆废物的感觉啊？这是废物箱吗？下面石油石箱。我这篇劝世文应该早点发的啊，各位观众啊。对不起啊，我应该早点劝劝各位的。干，这根本就是空气箱啊！好了，我们来做古币侠，来，快点。来喽，来喽！一波七很好，我已经看到有人在刷一波七了。来了，一波 seven 啊，各位观众，祭品，切！我刚刚就已经祭一个波啦、啊，来喽！哦啦哦啦哦啦 ！KO！ 哇！我生下来了啊！我的经验，十张我啦，以我来讲，目前为止十张一定过，只有一次失误过而已。以往到现在十张都一定过，会过按七，不会过你就按八。我来看看大家猜不猜得到，看好了哦。哦啦哦啦哦啦 ，K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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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，你赶紧改哦，干。哦啦哦啦哦啦 ，K， 干你过来哦！哦啦哦啦哦啦 ，K， 啊哦啦哦啦 ，K， 哦啦哦啦哦啦 ，K， 我干得好你 ，K， 我靠你老师啊！林北都咧无钱啊！你敢要十张无过，一张咧创啥小朋友咧干顶都好咧干十，干都好。用个盗版的，再买十张。你想要个好，你买无着，你咪甲你捡精华中的精华。哦啦哦啦哦啦！
而我知道平百姓会，那就给他再买十张，这样可以活络这个市场的交易。干，对吧？下次我们再来劝世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，订阅旁边的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百姓，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。